航空公司哦，他说问你有没有预算的，我说有，那你给我两张，一张贴我行李，一张贴我行李。哎，你很幽默，那你要坐前面吗？我帮你花到17排。那个于小姐，你要靠走道还是要靠窗户？我说我要靠帅哥。报告机长，还有两个客人，等不等？没有托运行李我就接啊，把这个人拉掉，关舱门走。国民大会。